现在是星期六，旁边充满了很多各种大大小小的家庭跟游客们。希望我现在是九点多，希望不会太晚了，因为毕竟今天早上起来真的好辛苦啊。很配我的外套，这适合我吗？你觉得要买这个，还是这个太瞎了？蛮衬你的外套，但有点瞎。这怎么可爱啊 ？QQ， I'm literally like too excited。今天天气超好的。我看一下蓝天，天空好蓝哦。哇！来转一圈。好，转一圈。Welcome to my school. You want to buy 魔杖？买几个？好，镜头跟我一起点头。Big fan of Harry Potter.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 Universal Studios 的哈利波特的 area， and then 我今天呢要录我的 vlog， 我要用这个 Fusion Lens， 有没有对焦？还有附一个壳， and then 它给我这个保护壳，刚打开。它是有双镜头的，看到吗？为什么要双镜头呢？因为它可以给前镜头跟后镜头，它很方便，它就这样轻易的扣上去就可以了。OK， done，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连接它有一个 app， 今天我们就是用这一颗镜头来拍我们的 vlog， 好不好？我们在环球影城里面呢是不可以使用任何的自拍板啊。脚架 whatsoever， 所以我们今天很棒，有这个 fusion lens 的前镜头跟后镜头，尤其是前镜头，我可以这样子 film 我自己，然后还可以看起来非常的 wide， 让你们看到这个整个 background。我现在人在 Harry Potter 的活命村里面。你买了什么喝 ？Butter beer， I bought the butter beer， 我要喝了哦，好好喝哦。上面是奶盖，下面是汽水。走吧。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quality? I think it's not bad， 而且够广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们现在呢在玩这个侏罗纪公园，然后是水的冲下去那种。我现在坐在边边，我真的很希望等一下不要湿掉，因为会很冷。你知道现在几度吗？大概八度左右。如果湿掉，我真的是冷。他在里面洗澡，来看一下 Vicky 的发箍，新买的哦。すみません。他现在要填一张叫做反血证明书了，复活了。天哪！他们还帮我擦干净，你都没得去呢。我爱日本，我爱环球。太棒了，感谢他，保险我这个2300日币，给大家
家看一下这个超可爱的小小冰汉堡，还有我的，还有这个黄色的饭，这个汤用一个塑胶盒装汤，整个变形，怎么会这样？你可以去 eating， 有人会看吗？我跟你讲，我教你，来放进去。哦，摇一摇啊，妮妮。哇靠，摇摇身材。现在到了晚上了，天气变得好冷哦，好险我有穿三层衣服。一玩完小小冰出来，整个直接天黑。那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部分啊？这是什么？叫做 Hollywood 吗？ Or something? What? Where are we? 这里是 New York。Oh my god， 我们在 New York， 啊，它的名字 New Yor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ew York 长成什么样子。哇 ，This is New York。That's okay。美国国旗哦，我乡下来的，没看过路上有美国国旗。第五大道 ，The Fifth Avenue， 来跟我一起去这个第五大道。这个吗？第五大道长这样吗 ？I don't know. I've never been. I literally have no idea. 你们要带我去吗？夜晚拍起来很不错哎，你看看 ，Right？ 现在在 Spiderman， 我们有快速通关，耶！哦，好多人哦，那些是没有快速通关的，我们是有快速通关的哦。哇，我们直接 skip 掉整个 queue 哎。好漂亮哦 ，It's all pink。我们现在进来这家很粉红的店 ，Basket 啊，就是 Basket 啊 ，Basket。好吧，我要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 Hollywood。正在 make our way back home。我们今天总共玩了，我算了一下，至少有十项的游乐设施，因为我们有买 fast pass， it's so worth it。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游乐设施，那个门口写的要排什么55分钟、60分钟，我们 literally 一走进去，然后10分钟不到就已经玩完下来了，像巨星登场一样。真的是花钱买什么尊荣？觉得第一名最好玩的是什么？你觉得？刚刚那一个。你觉得是 Flying Dinosaur 的 ？Flying Dinosaur。我其实觉得是 Hollywood Dreams， 因为那一个比较可怕。Yeah. 就是 Flying Dinosaur 很快，可是那个离心力的感觉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其实我的 favorite 是 Hollywood Dreams and then Flying Dinosaur 这两个。如果你们是爱玩可怕的游乐设施的话，必玩这两项。Universal 的桥到了，一定要拍到这个才会证明 you've been here。 你今天是来到 Universal， 你有来过。趁现在在车上，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镜头它的 app 到底有什么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它呢模式呢这个 boomerang 的地方还可以拍照，然后还有摄影，还有呢180度的，你看 fish eye， 然后210的 fish eye， 然后还有这种23:9的电影宽，16:9是我最喜欢用的，还有录现实动态的时候直接手机直的，完全手机完全不用，就是这样子左右的转，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角。你看是不是很厉害 ？App 里面有一个防震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拍旅游 vlog 很好用，而且很轻便。重点就是从同时可以拍前镜头、后镜头，不用换镜头，因为它两边都有，一直按一按就可以前镜、后镜，然后现实动态、影片、广角、音乐。要回饭店了，今天过得非常开心。那下班吧，我先要去找路了，拜拜。